你怎么回事？我让你从桌子上翻过去，这么点的东西还用教吗？看着，没有穿。道具了，哎，啥？一会儿你这什么造型？这是？看着你干的好事，这溜子洗得掉。咱也别着急啊，这就上支付宝去给你送一袋洗，而且啊，你满31减30，很快就能上门取货。这能洗得掉？你大爷！人家都是用心洗，像平时咱们吃火锅、寄快递，只要上支付宝搜一搜，而且有很多优惠呢。来，这这，先把道具给我整下来。炸！你别笑。不是大爷，这玩意儿得洗。道具。啊！道具。爸，哎妈，哎，是你们吃了吗？嗯，我在红店挺好的，今年过年我就不回去了啊，在组里过年也挺好的。嗯，我买了特产鸡给你们，不贵不贵，我们导演报销。嗯，哎，我们导演还说了要给我们加工资。那行，在家照顾好身体啊。哎，好。导演，你快来，你小子怎么知道我给你们买年货了？来，1月20号到2月18号，京东年货节，很多商品都有优惠活动。这是我在京东搜索家乡年味，给叔叔阿姨购买浙江本地的金华火腿绍兴黄酒，让他们也尝尝咱们这儿的地道家乡味。好的，导演。啊，还有这个红包，记得把钱给家里打回去。谢谢导演。谢谢，来，道具，3、2、1，开始。小二，快点换菜。好嘞，王八蛋来。这不是我要的那种结果。导演，那个面具不适合我。你别笑，有什么不合适的？换回来。道具，3、2、1，开始。站直下。李大人接旨。臣接旨。传皇上口谕，命你3日之内缉拿凶手归案，钦此。我操！